我是孙立军，我是陈建，志愿者是永亮，我丁志山，李小佳，丁彦秋，我是王政委，还有小黄。我志愿参加这次800里的无人区的挑战，还有无人区的公益活动，所有后果我自己承担，与他人无关。现在海拔将近2900，估计接下来几天海拔会越来越高。上海加油！战魁，战魁！估计听不见。咱不是说了吗？昨天，你都说了不要擅自行动。我们不做别的，就给他建一座漂漂亮亮的厕所。人很奇怪，你去为什么不去？我给你冠名这个楼。这个楼，这个楼，所以我就说，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理解我，所以我无所谓。丁总已经无法完成后面比赛，请他退赛。能不让王川下来吗？吼！老黄，回去吧，回去找佳佳去，找佳佳去。虽然说起来这话题有点沉重了，就是你现在做这事情在身体力行，您还能再跑10年，再跑15年。如果身体不行，他可以退赛啊。如果你师母打电话，你就说一切都好，好吧。